家好，我是嫦娥家小四。2018年12月8日凌晨2点23分，就在你们还在睡梦中时，我就乘坐着长征3号引力弹火箭飞抵地球了。在持续升空的过程中，长三与小哥哥带着我在十几分钟内就完成了助推器分离、第二级火箭分离、剑气分离等一系列的动作，然后我便在太空中独自遨游。这期间，地面的师傅们会对我进行中途修正。几天后，我就飞到了月亮姐姐身边，师傅们指挥我实施近月制动，踩一脚刹车，我便可以绕着月亮姐姐绕圈圈了。OK， 瞄准着陆点后，我就可以开始动力下降了。到时候我会以优美的身姿实施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。着陆后我要做的是张开太阳翼，当当当当，月球车小可爱上线了，向前走两步，转头看看我，让互拍个照片留念。3、2、1，等我把互拍照片传回地球。哎呀，别说了，都赶紧干活吧。